我们一样分成两部分来解说。第一个的话呢，是如果你的 Excel 里面的公式，假如说呢，我要把标准不标准变成什么呢？哎，变成那个过胖或过瘦的话，一，请你再切回到原来公式；二的话呢，找到不标准这个字串，那做什么呢？我的习惯是哦，把不标准，因为我要把不标准删掉，改成两个。所以呢，第一个找到不标准，delete 掉。二的话呢，再移到我前面的清单，找到 if，意思就是说呢，我要在删除的那一个位置里面插入一个逻辑判断。那这个逻辑判断是判断就是过瘦或过胖。那根据什么呢？其实就根据增减体重百分比，如果大于什么呢？大于5%的话，那表示是什么呢？表示是那个应该是什么？大于5%，那应该是过瘦了，因为它要增胖很多很多，超过5%，反之就是过胖，有没有？所以基本上呢，大于5%那就过瘦，所以底下的话呢，我就打那个过瘦，反之的话呢就过胖，好，过胖，OK，好，这样的话。应该可以理解啦，哈，就是用这个来判断。那直接你会发现哦，因为我的习惯是在这个地方删掉之后，在前面加哈，它会自动很，我是觉得这功能还不错，它会自动帮你加到那个位置里面去，而且你就直接填嘛，有点像问填空题一样啊，你就不用重新自己打。当然你要自己从头打到那个位置也 OK，只是我觉得像这个方法比较不容易做错哈。OK，按确定。确定之后的话呢，我向下填满，那你会发现哦，哎，这个时候呢，全部都出来，所以刚刚是二分，现在变成三分了啊，有三种的一个情况啊，有过瘦的、过胖还有标准三种，那当然你还可以再细分了哈，不过我想，哎，这个部分应该就够了哈。那第二个是说，有同学说，哎，老师，那可不可以做完公式之后呢，自动帮我把过胖的换个颜色呢？OK，哦，那可以吗？在函数里面哈，如果要变更格式哈，可以吗？当然是不行啊。特别注意哦，function 哈，它无法变更格式，能够变更格式的只有 sub。所以如果你制定，假设你内建的函数，或者你制定出来函数哈，它只能够帮你处理资料，它不能够帮你处理里面的格式，所以你要把它变成那个过。胖要换个颜色哈，你只能用什么？常用里面的设定格式化条件，新增个规则。那先把范围告诉他，如果呢，哎什么呢？也许里面的值吧哈，只包含里面的值，储存格里面的值，它是等于什么？等于过胖的话，哎，帮我做一个格式好了哈，比如说类似像这样子，过胖。假如说，哎，我要。找出过胖的人，那我可以设定格式，字帮我变成红色的，按个确定。好，有没有发现就出现了？哦，那过瘦的标准都不会。不过哈，感觉好像有点麻烦，因为你要变成你要先做出公式，已经够多了，还要再去设定格式。那如果说你用 VBA 的话，哈，sub 按钮按下去一次就可以完成了。可是要怎么改？哦，其实改法跟刚刚基本上一模一样。如果我们改两个，其实都可以改哦。那改的方法的话，当然你可以怎样，再把这个公式哦复制一下。如果方法一，我可以怎样，把它按右键重新指定聚集编辑一下。那我改的方法哈，其实变成说刚刚的公式变更了，所以呢，我这边的公式呢也需要变更，所以把它重新贴上。哦，那贴上之后的话哈，里面有双引号，我要把它改两个。可是其实哦，里面有这么多双引号，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，要改很多次。所以我像我的习惯是什么？有一招哈，记事本贴上，把它用什么呢？用取代的好了，有没有？哎，编辑取代一个变两个，全部取代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而且保证不会错。OK，好，所以如果说以后啦，假如你要把公式放到 VBA 里面，那你又担心说你那个一个变两个你不会的话，用取代的最方便，而且有的时候公式里面又偏偏一堆的双引号，
哦，那用这个最方便。像我之前也是常常，这招也是后来我想出来，因为我也常常改了之后发现好像都没错，后来才发现少改一个或多改一个，对不对？那用这个方法就一劳永逸了，完全不会错哈。啊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把什么呢？把这个是的部分改成双引号移到中间，and 再移到中间，再放一个 i 就可以了。那 and 前后呢？哈。再加上空白，那刚好同学问哦，那个空白不会自己加哦，好、哦，你一定要自己，你不加也不行，因为这是规则，好、哦、，OK，啊，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则啦，因为这个规则不是我定的，好、哦，因为这个定这个规则的人哈、哦，是目前的世界首富啊，就那个比尔盖茨嘛，好、哦、，OK，所以呢，定规则的人都会很有钱，好、哦，那、啊、穷人都是 follow 那个规则的。哦，OK，所以智慧财产权很重要啊，对不对？如果大家都创一些东西啊，你会发现啊，他就没有钱，为什么？因为他 Windows 一直改版嘛，然后 Office 一直改版，一直卖嘛，对不对？哈，OK，那、啊、你一定要买，你不买不行。所以像台湾光一个国家，我记得有一整年哈、哦，光给就是给微软公司的钱哦，就超过1000亿台币哎，哇，授权金，OK 哈、哦。所以现在很多那个地方政府没钱嘛，就想说啊，我们用那个就是 OpenOffice，或者用一些什么 LibreOffice，哦，那、啊、就要省钱呐、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最后可能还是要买，还是会买 Excel，为什么？因为最后大家用不习惯，而且没有 VBA，对不对哈、哦？像那个环境里面呢，一样有可以写程式的地方，但是跟 VBA 是不相容的哈、哦。好，那这里的话一样哈、哦，把这个。复制，所以呢，我刚刚已经把它做完之后，复制之后呢，再贴回来。那第一个部分就完成了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当然我们可以怎么样？哎，再来针对什么？哎，如果说哎过胖或过瘦，如果贴上去之后，恐怕哦，如果用公式会有个问题，它好像没有办法去帮你过滤，因为过滤的部分是在那个我们的那个什么呢，在那个。Excel 里面帮我做，所以我把它输出的话，过胖过瘦 OK。可是如果要做那个什么，哎，过胖变红色的话，恐怕第二个会比较 OK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二个的话，我们把它一样的方法哈，这个第二个直接在逻辑判断里面，啊，不标准的部分，如果要再做一个判断的话，实际上变成说要在 if 里面再加一个 if，哎，变成一个槽状。那怎么加哈？基本上呢，当然不标准的地方，Enter 一下，在这个不标准的前面再加一个 if，好、哦，啊，逻辑就跟刚刚的那个叙述方法一样。如果什么呢？如果那个 sales 这个追栏它大于5%的话哈、哦、，then，哎，这个也是加一个 else，end if。好、哦，然后呢，输出什么呢？刚刚是输出不标准，那在这边的话呢，把它输出什么？输这个地方大于5%的话，那就是过瘦，反之就过胖。好、哦，这边把它改一下，过瘦。那反之的话呢，就过胖。好、哦，把它用复制它，复制来改哈、哦。那这边的话过胖。那当然哈、哦，如果我只要针对哈、哦、过胖的部分呢去做什么，做那个格式设定的话，啊，其实如果用这种写法哈、哦，你直接在怎么样，在过胖的下面多写一行就好，还记得吧？好、哦，就是什么呢？这个 sales，哎，把它丢进这个点什么呢？它里面的字型就是 font，点什么呢？点 color，应该还记得吧？哈，它的颜色等于红色的。RGB 前刮弧，什么呢？255哈、哦，逗点零，逗点零，这样不就 OK 了吗？这一行就写完了，有没有？直接就是红色的字了。哎，所以哦，如果用这个方法哈、哦，就 OK。但是刚刚那个方法哈、哦，如果你要把它改成换个颜色，它就变成说你要再用别的方法了。可能要再跑一个 for 回圈，去抓出如果里面是过胖，那变更麻烦。那、啊、倒不如你就这样写就好了哈、哦。OK，应该可以看懂我这边的意思了哈、哦。就是这边的话本来不标准，
把它再起一个逻辑判断，那也就是说逻辑判断里面还可以再加逻辑判断，再细部过滤。哦啊，如果说过胖的部分呢要变成红色的话，啊你就是利用前面讲过的 phone color 等于 RGB 这个哦2500，那我们试一下这个清除，那这边的话就过胖，哎有没有发现这边过胖过胖就 OK 了。那所以哈，如果用 VB 按下去一次就搞定了。好，如果你经常性在处理这些动作的话，哈，哎，就可以试着把这边给处理哈。所以这里的话，请各位试一下，哎，刚刚的那个变化题哈，总共一把原来公式里面的不标准改成过瘦或过胖，第一个哈。第二的话呢，就是在那个 VBA 里面的增减体重百分比。增减体重的这个按钮里面哈，加上一个叙述啊，就我刚刚讲到的这个里面呢，在不标准的那个区块里面，增加一个什么呢？增加一个过瘦或过胖的叙述，然后在那个过胖的下面增加一个字变成红色的叙述。OK，这个地方的话啊，也请各位试一下啊，这个部分哦。